今天讲的内容当中呢，主要说舍弃自己啊，舍弃自己。那么舍弃自己的原因呢，就是有两种，就是第一个是精神当中，产生这恐怖，所以要舍弃精神。还有一种呢，合适当中要产生这个痛苦，所以要舍弃精神，就是讲两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谈足自生果，消不野生为，于此生俱生，于此生俱生，谁不是底层啊？就谁不是底层？这个道理呢，也比较简单。就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舍弃精神当中对自我的这个贪执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舍弃对自身的贪执的话呢，它不仅呢让我们来世堕入善恶趣当中，遭受无量无边的痛苦，甚至精神当中呢，因为对自己的这个自身呢，就是有着这个极大的这种贪执。就是有我和我所指的贪执，整天都是想着这是我的这个身体，这是我的这个书啊、胶啊、图啊等等等，这样认为，这样之后的话呢，这种喘息的力量很强。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是对自己这样的贪执的缘故呢，在实践当中、生活当中呢，即使非常这个微不足道，就是极为渺小的一种这个痛苦啊，或者是危害，就当我们遭受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是产生极大的恐惧之心啊。就比如说我们这身上这个有这个蚊子就是咬你的身体啊，或者呢就是看见一些这个小虫啊，或者呢就是身上这个虱子啊，或者别人就顺便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的缺陷的一些小的过失等等等，就这样诸如此类的事情的话呢，按理来讲我们的这个身体
实就是庞大的。然后呢，应该有一个小虫啊，或者是别人就是说一点诽谤之词呢，不应该就是如此就是生极大的这种恐惧或者是痛苦。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我和我所知，有了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探知，这样以后的话呢，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反映出极大的这种恐怖。这样之后，大家应该想就是这些都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众生呢就是探知这个我者，所以一切苦海、一切这个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者，就是自我的这种这个自身。因此呢，就是无光尊者也是在那个《大圆满心性修行》里面说，是一切痛苦不乐这个，此生即是烦恼缘。一切痛苦的这种根源呢，也就是说是即使我们这个身体呢，一切这个烦恼的这个根源啊，就是烦恼的造业也是依靠这个身体。所以说呢，具有这个智慧的人怎么会就是对这个产生恐怖的身体呢就不堪只是这个出狠的敌人一样的。因为我们稍微就是对一点痛苦，就是头痛脑热，或者是一些就是激起这个微小的这种痛苦的话呢，就是也如实的这种探知，如实的这种执着。那这些执着的来源呢，都是这个担着我们的这个身体，担着我们的这个自身。如果没有就是担着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话呢，就是那也不可能就是受到了如实的这种痛苦。就是所以呢，心就是没有挂碍的是当然很重要，心无有挂碍故无有恐怖。这个如果我们到达了真正这样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的话呢，那都就是不会有这种这个痛苦的。可是呢，也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其实是那个真的是这个一切与一切痛苦的这个根源。就是佛经当中也是讲的，就是今须这个无云的话，那就是那个忧虑的这个缘故啊。就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一切痛苦的一切痛苦的处。说一切痛苦的这个所以，一切痛苦的什么那个就是痛苦之气吧，就是痛苦之气，就是原来我们讲那个大圆满心性修习讲的时候呢，都已经就是讲过。
这个参生痛苦的缘故呀，这个设计我们的这个建设。前半虚鸟处我饥渴生记者，菩萨遇鸟所啊，十几戒道都这样的。下面就是说，这个我们来世当中呢，就是也是依靠这个身体，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恶业，怎么造的恶业呢？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想尽一切办法，为了这个钱处啊，就是寄生当中的一些这个疾病呢，就是痛苦等等，就是也是这样的目的。有些人呢，就是钱处这个饥寒交迫，或者是这个口干舌燥等等，就是身体上的这样的这种痛苦啊，就种种的这个原因呢，在这个实践当中是有些。就是开始这个菩萨就依类啊，就是在这个岁里面的就是各种依类，还有这个废亲住宿蒙俗等等，就是杀害，甚至有些呢就是这个层级啊，就是拦路抢劫，就是就开始这个就自己没有这种这个学问，没有这个知识的话呢，就是过路的人也是不让过路，就杀害他们，就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人这个寄生当中造了这样的这个恶业的话呢，也许寄生你当中啊，就不一定有这个真正很明显的这个恶报，就但是他的来世呢，就是因果丝毫不爽，就是一定会是造出这个痛苦。有些人这认为啊，怎么会是因果不爽呢？我都看不见呢啊，其实来世怎么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这个是我就是不相信呢。当然你相信不相信是你的事情，但实际上你只要懂到这个真正的一些因果道理的话呢，这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善业和恶业呢，就是其实造这个事情的这种不公的一种能力。我们这个农民种庄稼的时候呢，你在这个青稞上呢，就是根本看不到明年的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妙药，就是看不到。但是你这个青稞种下去了，因缘已经具足的话呢，那么这个上面有不公的能力，就是明年呢，就是只要没有造到其他的这个违缘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是长出它的这个妙药。同样的道理，我今天杀害众生的话呢，那虽然我杀害众生上面呢，我看不到什么这个其他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这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杀害他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是我明年呢，就是在我的这个身上啊，或者是来自这个多少年之后呢，就是在我的身上呢，就是感受这个痛苦，这就是这个业因果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就是应该说是自然规律。
佛为力求啊，佛为力，佛为处理紧，乃至杀父母，盗取三宝我，一时分物减啊。那么下面呢，也是是这个贪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和贪着我们的这种这个求名、求利、求官、求财。当现在人们这个所求的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有些专家说是现在的人的贪心就是太这个过分了，就是甚至一些这个天人也是无法满足你的这种心呐，就是这个心里的欲望的够呢，就是没办法填满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贪欲呢，就自然这个烦恼，这样一出来。特别就是害怕。那么我们现在世界上的这些人们呢，就是为了这个求名、求利、求地位啊。最后的话呢，就是杀害这个世间的一些动物啊，这些都是更不用说了。就是这杀人不眨眼的。现在是很多人就是对这个杀动物呢，就是一点感觉都说是没有的，就像是炸石头一样，就是一点感觉。甚至呢，是这。只不过这有些人可能没有能力，就是害怕法律，如果有能力的话呢，那就是旁边的亲朋好友全部杀掉的话呢，有些也是无所谓的啊，甚至自己在这个实践当中是恩德最大的啊，就是自己这个从小就抚养自己的这个父亲和母亲呢，他们这个造杀的话呢，就是也一点都这个不顾忌不在乎啊，就这种现象是也有的。当然这个以前的话呢，在佛教的这个历史上呢，有杀害这个父母造物见罪的这种历史呢有的，比如说这个维僧元王呢，就是因为就是以各种原因呢，当时这个杀害自己的这个父亲呢，罗兴王呢，就是当时也是以这个贪心增长的原因呢，就是杀害自己的母亲等等，就是有这样的这个造物见罪的现象呢。但是古人呢，这不过是这个有这样的历史，真正的一些实际行动当中是比较这个少的。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不要说这个杀父母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罪业呢，就是都可以造得到的。那么这种现象呢，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就不说这个佛经里面和论典里面就有很多的公案，就是我们在座的佛教徒呢，就是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现在我们实践当中呢，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更可怕的呢，就是有这个盗取这个三宝物啊，就是盗取这个三宝的这种财物。那么盗取三宝的财物呢，实践当中是这个本来是这个偷盗呢，就是也是是十种不善业当中，就是也是这个相当可怕的。但是盗三宝物呢，就是更是可怕，因为它是这个非常殊胜严厉的这个对境呢。所以在这个佛陀在这个宝莲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一子单身如不得三宝不得盗三宝物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矫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宁可呢，就是吃着自己的这种剩肉都可以，但是千万呢，就是不能就是吃掉，就是或者是不能呢，就是贪污享用那个三宝的这种财物，就是这是相当的这个可怕。这种现象呢也是有的。所谓的三宝物大家都知道，就是造佛像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造佛塔的这些财物呢，就是叫这个佛宝这个财物。然后法宝财物的话，引经书啊，就是做那个一些这个有关这个经论方面的这些财物呢，就是都是这个法宝物。然后神宝呢，就是供养这个圣宗的这些财产呢，就这些都叫做是那个神宝物。但是这些这个三宝物呢，其实供养圣宗呢，这种财物呢也可以叫这个三宝物，因为这个僧种呢，就是应该从这个广义上讲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僧合一呢，就是代表这个三宝啊。代表三宝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供养这个僧种的这些财富，如果去这个乱用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也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寺院的这种财产呢就全部就是自己用。尤其在居士当中的话呢，也有这种现象，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有些供养这个上寺的、供养这个寺院的、还引经书的、放生的，这些钱呢，就是没有这个如实的用。有些就以这个借口啊，我要这个放生啊，我要引经书啊，大家这个着急钱呢、钱着急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开始自己乱用，就这种特别可怕。
吧。有水制止者，有水冲止者，于虎公刺身，虽不似入厨，虽不其灭鼻。那么总而言之，我们就是通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啊，确实是我们许许多多是贪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其身当中也是造受无量的这种痛苦，乃是也是在无间地狱里面就是被这个焚烧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痛苦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具有这个智慧的人，具有这个世间的知识和这个佛教的崇高智慧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怎么会愿意就是素虎披虎就是这样的这个出皮就这样的这个侮辱身家呢，就是不应该的。谁愿意呢？就是谁不愿意，就是将把自己的身体呢，就是看作畜体一样的，就是灭死呢，就一定要灭死。为什么呢？我们从小到现在是真的是依靠这个身体啊，造了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恶业啊。就我都有时候这样想啊，山上的牦牛是多好啊，就是它每天都是出来吃草喝水以外呢，在无极当中呢，可能浇下菜是一些葱。就一般来讲，就是在这个牦牛呢，有时候是过的这个造。的恶业就是不是很多，可是我们有些城市里面都真是这个过一天可能是造这个很多的业，就是不如造一点寺庙。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富贵的人呢、就是在一些餐厅里面来了之后的话呢，看见他们的行为就特别害怕，就首先就开始这个到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餐厅老板那里有什么事啊，有没有事啊，有没有青瓦，有没有这个胡老啊等等，就是一提起来的时候这些话呢，就是就特别的这种可怕。那这样的这种医生呢，为了这样的这个医生就是杀多少个众生啊，真的是有时候就特别的这种害怕，就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人们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分析，有这样的这种智慧的人呢就很少的啊，就哪些是这真正的智慧，哪些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聪明这个孝智啊，就是什么样的，就自己也是可能这个分不清楚的。真正现在世间人们怎么样呢，就是有一定要保养身体，一定要打扮化妆，把这个身体呢就是好好的这个维护，就是为了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杀鸡杀羊什么样都可以的啊，就是蹲鸡啊蹲鸭啊，什么就是恶业都可以造。所以我们这个为了这个身体呢，造了无数的业。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 Dha.